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特制队长。那在我身旁的这位是我们的火山怪兽大黑。目前我正在以特色导演的身份在维马科技这间公司进行活动。在上一个地球年，我所属的维马科技受到了文策院 Lab 实验室的委托，由特制队长我主力来制作了 原创新世纪虚实万花筒的舞台秀。在高雄市文化局以及杜威广告公司所主办的博二动漫季现场演出。那为了实现这场演出呢，我们付出了很多幕前幕后人员的心血，非常感谢大家。而且也为了让虚拟偶像啊，还有跟真人偶像一起演出，有需要大量的沟通还有技术。那特制队长我也因为认识了各式各样地球上的朋友们，还有很厉害的存在，我也感到很开心。更没想到这一次可以得到这个地球年的公视金 V 奖入围年度最佳行销计划暨创新应用奖，名字这么长的奖项，对我这个外星人来说，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耀。那特制队在这里代表维马科技，向所有参与这场舞台秀的伙伴们说声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，大黑跟大家说谢谢。